Thật thân này cho ta mê bộ mũi này quê.在我们阿拉善草原上吧，骆驼是感性动物，人他就这个骆驼一旦下下羔子以后，不让小骆驼羔子吃奶的时候呢，有人唱歌或者是拉马头琴，这样以后骆驼一伤心，就容易让他的小骆驼羔子吃他的奶。 在过去的历史上，像阿拉善这个地区，人想要生存，没有骆驼是他不行的。戈壁地区人生存就需要靠骆驼。同时呢，戈壁地区生长着这个比较耐旱的植物，戈壁山上草骆驼不吃，它要死亡的。所以它就骆驼跟干旱地区的草、干旱土区的干旱地区老百姓是三个生命主体，没有骆驼草长不好，没有骆驼人生存不了。 阿拉善人不但要养骆驼，还对骆驼特别有感情，不能阿拉善人不是单纯的把骆驼当成他生产工具，他的伙伴，救命的伙伴。没有阿拉善的双峰道，没有阿拉善的过去的历史。